我前脚走，你后脚就把门给我锁上了。弟弟，你都是快点啊，姐姐好久都没这么开心了。媳妇，那啥，我这次出差完，你自个儿在家好好照顾自己啊。没事，你走吧，老公，放心吧，走吧。那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我没事，你不用念我，你走吧，快走吧。还不对呀，往回我出差走的时候，他都舍不得我走，今儿怎么老黏我呢？行啊，这老娘们儿果然有事儿是吧？我前脚走，你后脚就把门给我锁上了，你等着啊。小样的，窗帘都拉上了是不？弟弟，你都是快点啊，姐姐好久都没这么开心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干啥呢啊？啥玩意儿？老弟你快点的，姐老长时间都没这么开心了。我跟我老弟视频喝酒呢。姐夫，我这跟我姐喝点酒至于吗？妈，小柚子，你看你喝酒你找你姐干啥呀？你姐是大客吧？那不行，一瓶就倒了，那玩意儿都。你回来干啥了？我回来拿身份证来了。那玩意儿我不给你装兜里了吗？对对呀，我忘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我说咋进来的？出差。那啥，干啥去？我去，等会儿，哥你太快了，我没跟上都。录我先开始了。